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세계 지식 포럼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 저는 이번 세션의 모더레이터를 맡은 매일경제신문 김대기 기자라고 합니다. 반갑습니다. 지난주에 세계 지식 포럼 사무국에서 전화 한 통을 받았습니다. 요지는 이번 세션의 모더레이터를 맡아달라는 요청이었습니다. 제가 첫 번째 한 일은 모바이크에 대해서 자료를 수집하는 거였습니다. 미리 공부를 좀 사전에 많이 좀 하고 싶었거든요. 그래서 이제 한국에서 나온 기사라든지, 그 다음에 중국에 나온 기사, 그 다음에 심지어 블로그나 SNS까지 제가 훑어볼 수 있는 자료는 최대한 많이 훑어봤습니다. 그래서 그 중에 몇 가지 흥미로운 내용을 제목 형태로 제가 간략히 소개를 해드리도록 하겠습니다. 첫 번째, 체인이 없는 공유 자전거. 이거 매우 신기했습니다. 근데 제가 실제로 확인을 해보니까 이렇게 체인이 있는 자전거도 있고 체인이 없는 모델도 있었습니다. 근데 제가 지금 눈앞에 보이는 거는 체인이 없는 모델인 것 같습니다. 자, 두 번째, 정차장이 따로 필요 없는 자전거. 이 얘기는 자전거를 타고 아무데나 이렇게 놔두고 떠나도 된다는 그런 얘기입니다. 근데 이것도 이제 확인을 좀 해보니까 이제 통행이 좀 많은 이제 도로변이나 이렇게 좀 세워놓기 불편한 곳에는 이제 정차를 하면 안 되겠죠. 근데 우리나라 이제 따릉이 이런 데랑 비교를 해보면 사실상 정차를 좀 할 수 있는 공간이 굉장히 많이 있다는 것을 확인할 수 있었습니다. 세 번째, 텐센트로부터 거액의 투자 자금을 받았다. 이것은 이제 기업의 잠재성을 굉장히 높이 평가받았다는 것이기 때문에 굉장히 눈길을 끌었습니다. 자료를 계속 이제 찾아보다가 호기심이 굉장히 커졌습니다. 그래서 직접 제가 모바이크를 타봐야겠다라는 생각이 굉장히 강력하게 들었습니다. 그래서 지난주 토요일 날 저는 베이징으로 직접 날아갔습니다. 그래서 모바이크를 직접 타봤습니다. 사실 모바이크를 타기 전에는 이거 그냥 평범한 자전거 아니야? 그런 생각이 굉장히 강하게 들었는데요. 막상 실제로 타보니까 이거 생각이 매우 달라졌습니다. 제가 모바이크를 타보고 뇌리에 스쳤던 세 가지 키워드가 있습니다. 첫 번째 편의성, 두 번째 직관성, 세 번째 기술 융합이었습니다. 베이징 시내에서 제가 스마트폰을 이렇게 꺼내가지고 여기 핸들 중앙에 있는 QR코드를 이렇게 딱 찍었더니 여기 후면에 보면 이렇게 잠금 장치가 있습니다. 여기 모바이크에서는 이것을 스마트 락이라고 부르는데요. 찍자마자 이 잠금 장치가 금세 풀리는 것을 확인할 수 있었습니다. 그래서 저는 이 자전거를 타고 베이징 시내를 구경하기 시작했습니다. 한 30여 분 정도 지났을까요? 문득 기사 내용이 생각이 났습니다. 아무 곳에나 정차를 할 수 있다. 이 기사가 문득 머릿속에 떠오른 겁니다. 그래서 이걸 한번 실험을 한번 해봐야겠다 라고 해서 사실 인근 도로에 그러니까 저기 사람이 그런 도로 있지 않습니까? 거기에 한번 세워보기로 했습니다. 그래서 여기 수동으로 제가 이렇게 락을 딱 걸었더니 잠겼습니다. 잠기고 이거를 그냥 여기다 두고 이렇게 떠나도 될까? 그런 약간 꺼림기적인 마음, 약간 불안한 마음 그런 게 있어가지고 지나가는 행인 두세 분한테 이거 여기다 그냥 두고 가도 됩니까? 라고 물어봤습니다. 그때 그분들이 하는 말씀이 이거 모바이크 아니야? 그냥 여기다 두고 가도 돼 이렇게 얘기를 하는 겁니다. 그래서 그거는 굉장히 편하구나 이런 생각이 들었습니다. 두 번째, 결제는 아예 신경 쓰지 않아도 됐습니다. 왜냐하면 잠금 장치를 딱 수동으로 잠그는 순간 제 위챗페이 계정에서 자동으로 결제가 완료가 됐기 때문입니다. 이렇듯 자전거를 이용하는 모든 일련의 과정들이 매우 간편했습니다. 이 편리성과 직관성 이면에는 융합기술이 숨어져 있었습니다. 위챗페이와 같은 모바일 금융기술, 그리고 3D 지도기술, 그리고 각종 센서 기술들이 이 모바이크 한 곳에 집약되어 있다는 것을 확인할 수 있었습니다. 한 발 더 나아가서 제가 본 모바이크의 핵심 경쟁력은
이런 기술 융합을 통한 공유였습니다. 앞으로 이런 기술 융합이 또 어떤 새로운 공유 세상을 열어나갈까요? 이번 세션을 통해서 중국의 공유 경제와 중국의 창업 생태계를 이해를 하고 더 나아가서 기술 선진국인 우리나라, 저는 그렇게 믿습니다. 기술 선진국인 우리나라가 앞으로 나아가야 될 방향에 대해서 서로 생각해보는 시간을 가졌으면 좋겠습니다. 오래 기다리셨습니다. 자, 이제 오늘의 주인공인 후웨이웨이 모바이크 대표를 모시고 그녀의 공유 이야기를 들어보고자 합니다. 후웨이웨이 대표를 뜨거운 박수로 맞아주시기 바랍니다. 大家好，我是胡伟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首尔，韩国，跟大家介绍摩拜单车是如何改变城市的。 刚才非常感谢大启对我的介绍，对摩拜单车的介绍，他非常的敬业啊，就是为了介绍我们，他亲自去北京体验了一把摩拜单车。那在过去的两年，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在过去的两年，我设计并且生产了一辆自行车，并且把它放在街头，让每个人看到它的时候，可以随时随地的去获取它，并且去骑行它。 刚开始的时候，我的朋友，我身边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件注定会失败的事情。所有人都说你疯了吗？为什么会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呢？你的自行车肯定都会被偷走的，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件事情已经推出18个月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摩拜单车已经进入了180多个国家，并且给城市带来了很多的变化。在我讲摩拜单车之前，我想先给大家看一段视频，是关于 最早摩拜单车在北京开始运营的200辆自行车是如何点亮这个城市的？我们现在看一个视频。这个是北京的地图，左上角是日期，下面是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最早把自行车停在了非常高新科技的一个区域，叫中关村，在那里我们停放了200辆自行车。然后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 每一个点就是你用手机去开了一次锁，当你的自行车骑行了一条街道以后，这条街道就会被点亮。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左上角已经慢慢的被点亮了。我们发现已经有很多的需求以后，我们又继续在另外一个交通枢纽投放了1000辆自行车。我们看到那个三元桥的部分，它也慢慢的被点亮了。 这个是我们在去年9月之前在北京正式 launch 之前的一个soft launch 一个测试，我们来大家看一下自行车是如何通过15天的时间把整个城市都点亮。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时间段它的热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说，自行车是如何在15天的时间里把一座城市点亮。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自行车点亮了一座城市。刚才我也说了，这样一件被人们认为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现在已经在全世界投放了700万辆自行车，每一天有3000万次人的骑行。 在180个城市去运行，那昨天其实我们也把摩拜单车带到了韩国，我们在跟水源市政府签了一个意向协议，未来我们会在水源市去投放我们的自行车。刚才我其实有讲到，包括大启也介绍了我们的自行车，那我到底就是在这个自行车上。 就是花费了，为什么会花费这么多时间去研究它，去生产，去制造它呢？其实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去骑行，并且去用它。其实我也曾经去问过很多朋友，为什么在你小时候你骑自行车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兴奋，非常的自由，开心？那你长大以后，你为什么忘了去骑自行车这件事情？那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因为城市太大了。
你每一次你当你拥有一辆自行车的时候，你会有很多麻烦，你会害怕被偷，然后你要搬来搬去，一会儿搬回家，一会儿要搬到他的停车场。所以因为这样种种不方便的原因，所以大家慢慢就放弃了骑自行车，而并不是说他不想骑自行车。那摩拜单车通过什么样的科技手段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呢？在我看来，摩拜单车其实是一个硬件软件相结合的一个服务。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通过科技的设计的力量，让这个硬件和软件更好的服务大家。其实我刚才说我们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来研发这样一款产品。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全铝的车身，全铝车身是希望这辆车在城市里一天24小时，在户外一年365天，这辆自行车会经历风吹日晒雨打，但它仍然不会生锈，它仍然是干净的好看的。这是铝的一个特质，它非常的轻，它不会生锈。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它这个五辐轮毂，其实我们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它，并且能够识别出这就是你要找的摩拜单车。从生产的角度来说，它非常的容易安装和维修。那我们的轮胎其实是免充气的，它没有气，所以这样保证你每一次在看到这辆车的时候，它其实都是可以骑行的，你不需要很多人去给它充气。那最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的这把智能锁，这把智能锁其实是让我们每一辆自行车就能够实时在线，它是一个物联网的一个网络，这也是摩拜单车构建了这个最大的一个物联网网络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相当于说我们自行车是一天24小时在云端能够接受，能够为人们去服务的。这个其实是最重要，它有 GPS、GPRS 能够收集我们所有的这个自行车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数据，这个是能够保证我们自行车运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首先它是骑行起来体验非常好的，其次它是能够免维护的。在最早的时候，我希望它的生命周期是4年，在这个4年里不需要人们去干预它。那我们看到软件方面，我们是怎么样让人们更加轻松的来用它呢？其实我们非常简单，就是刚才大齐也说了，我下一个 APP 我就可以看到我的自行车在这个城市里分布在什么地方，然后我扫一扫二维码，我就可以把它骑走，然后最后当我想要把它停放的时候，就把它停放在城市可以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花了1元钱享受了这样一次自行车在城市里面的骑行。我们大概看一下它怎么运行的，下载一个 APP， 扫二维码，把自行车骑走，停在自行车应该停放的位置，对，非常的简单。这个是我们抽取的一辆，就是在上海4月22号运行以来，我们从来没有去维修和去维护它的一辆自行车。在过去的365天里面，它一共被1975个用户解锁，然后被骑行了2021次，它的骑行距离超过了4850公里。这就是我最初想象一辆自行车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能够服务大家的一个产品。另外就是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用了 GPS 硬件，我们在软件服务上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有很多数据，有很多的追踪，能够看到比如说这个自行车它产生了一些问题，或者它有很长时间没有被人骑行的话，它的后台就会发出警报，告诉我们的运营人员说这些车是需要被维护的。然后我们的技术人员就会把它通过计算出一个最优的一个方案，让我们的运营人员把这些车去重新激活，然后我们就看到说我们所有的自行车在城市里面又是可以被骑行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智能的平台，我们叫魔方，在摩拜里叫魔方。另外其实这个运营在过去的运营都是完完全全的通过我们公司的运营人员来运营，但其实我们认为说所谓的共享经济就是所有人都拥有这样辆自行车，这个自行车不仅仅是摩拜的，而且是大家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办法说用社会化的运营来运营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铁的4个出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在地铁的4个出口更加需要这些自行车，但是有很多自行车是分散在周边的，我们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呢？我们就会让这些自行车全部都变成一个红包车，我们会点亮很多红包。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去找到这些红包车，然后把它骑回到地铁站。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些人们已经在游戏的过程，或者说在抢红包的过程，就已经把自行车给骑回了地铁站。这个其实是一个世界资源组织的一个朋友，他在过去的70天里面赚了185.88元人民币，他就把这个当成是一种游戏。他说，当我在解锁骑行的时候，那我同时让别人也更加方便。这个是他每天可能会去骑这个红包车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历。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 Mobiker， 就是那些摩拜的骑行者，他们在周末的时候就会组队去找那个红包车，就当成是一个寻宝的游戏。他们就说，就像转角遇到了圣诞老人一样，我们去找到了很多红包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社会化运营上的很多尝试。那刚才其实我们讲到了摩拜的硬件、软件运营是怎么样来做的，那摩拜是怎么样去真正改变城市的呢？在今年的时候，我们摩拜被财富评为是改变世界的50大公司之一。那我接下来想讲一讲摩拜是怎么从个人的角度、从城市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来改变这些城市的。这是我们在我们找到的一个用户，他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在2016年9月17号到2017年9月17号，他一共骑行了1486次，然后他一共骑了2219.6公里。那他骑行这些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他节约了265.8千克的碳排放。这个是对个人来说，骑行改变了城市。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在上海当代艺术馆有一个做市场部的一个人，因为他那个艺术馆在上海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如果你们去上海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艺术馆其实非常有趣。但他在那个江边，在浦江边，黄浦江边，但他非常公交车的一个盲区，公交车永远都不能直达到那里，所以他有了摩拜以后，他发现当代艺术馆的人流量增长了一倍，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产品。他每天会帮我们去把这个自行车摆放得非常的整齐，而且他带动了一大帮摩拜的粉丝，变成了一个组织叫摩拜猎人。他们认为说，在城市里面应该有很多人来主持正义，所以他们就会把停在楼道里、停放在不该停放的地方的自行车，全部都把它停放到路边来，并且像一种行为艺术一样，把它放成一个摩拜盾的样子。因为他说，这样的一种停放方式是能够让更多人看到它，并且能够更加节约空间的一种方法。当然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摩拜，还有一个就用摩拜的同事朋友们都会知道说，摩拜其实有一套信用体系，你每骑行一次自行车，你的信用分就会加一分。那你每停放一次不好的行为，如果被人举报了，那你就会被扣20分信用分。那我们看到这个人的信用分有1708分，他有一个非常高的信用分。当然我们也会跟很多有意思的公司去合作，比如说像迪士尼，然后我们可能会在用骑行的方式去赢得早餐，麦当劳或者必胜客，我们也可以用骑行的方式去赢得很多有意思的品牌的 coupon。 那你看到我们在 Nike 这个方案上，我们有2300万人参与了这一次活动。所以刚才我们其实一直在讲的是说，骑行是如何改变了个人的生活。我们看到其实在中国常常有一个，在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在发展汽车的社会，我们看到整个城市都是按照汽车的城市来规划的。但是有了自行车以后，我们发现人们逐步的开始回归到生活的本质，开始用自行车出行来结婚，然后用自行车来约会。那在这个之前，人们一直都是堵在交通上，或者说只在那个汽车的空间里面。那现在因为有了自行车，人们就更加愿意来到城市的中间，这个是对人们很多价值观上的一些变化。那么从城市的角度来说，我们到底改变了什么？在中国，摩拜单车已经成为地铁、公交之外的第三大公共出行交通工具。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排名，北京我们应该是比公交和地铁就是第三
大概有350万次的出行，那其实成都我们已经排名第二了，在成都的话，每天有250万人的就是人坐地铁，但是有300万人每天用摩拜单车。另外一个改变就是说，其实，在城市里面是有很多公交盲区的，这些公交盲区的意义就是说，这个住宅区域方圆500米都没有公交站点。这个图是。 深圳的一个地图，我们看到这个黄色的是公交盲区，这些地方都是公交车所不能到达的。那有了摩拜以后，我们看到这些橙红色的地方是摩拜在深圳覆盖的地方。我们发现这个摩拜的出行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公交盲区。那我们有机构调查表明说，摩拜大概覆盖了 99.34%的公交盲区，这也是摩拜给城市带来的变化。另外摩拜单车还给城市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中国有一个名词叫做地铁房，意思就是说，围绕着地铁周边，步行10分钟距离的房子，开始的，那我们后来我们逐渐发现说，在租房和卖房的那些文章里面都会说，这个房子骑摩拜单车只需要10分钟，所以我们把这个地铁房的概念给扩张了，这个研究的这个是上海新装地铁站的一个研究，是世界最资源组织调研了我们七个城市的地铁房以后给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摩拜单车让地铁周边的活跃的范围扩大了很多倍，然后从地铁里出来有85%的人都会选择骑行摩拜单车去走它最后一公里。 这个是摩拜单车和微软合作的一个大数据，并且把这些数据提供给政府，让他们在规划城市的时候有更加准确和科学的依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红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人出行，很多人停放自行车的地方，这些数据都能够更好地为城市的管理者服务，提高效率。 另外，我们还在过去的2年当中一起帮助政府画了3万个白线框，这也是我们为自行车争取了更多的骑行的空间和停放的空间。那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如何改变了城市，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我们如何改变了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地球。 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所有骑行摩拜单车的人，给大家带来的就每一次骑行的积累，到底带来了一个什么变化呢？我们在过去的一年的骑行当中，相当于骑行了65亿公里，65亿公里意味着我们节约了126万吨的碳排放。 相当于减少了35万辆的小汽车的出行。正是因为前面我们做了那么多的改变，所以我们跟联合国人居所和世界卫生组织一起合作去举办了这样一个世界骑行日。这个世界骑行日在180个国家同时进行。我们希望说用。 自行车就像一个和平使者一样，所有不同的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都会非常乐意更加热爱的来骑行自行车。所以这是我们最早想要让自行车回归城市的一个初衷，也是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一个初衷。那我们希望未来所有的城市、国家都能够随时随地非常方便的骑行到自行车。它就像刚才我说的，像和平使者一样，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家的人，当我们骑到这个自行车的时候，我依然会非常的开心。最后的时候，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个视频，是关于深圳的一天。这个深圳的一天是讲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凌晨2点，但是依然有非常多人在骑自行车。 这个自行车其实是帮助了很多深夜下班的人，当没有了公交车以后，他们还有一个更加安全可靠的出行方式，能够带他们回家。我们来看这个是7点，这个是2016年11月19号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深圳是一个几乎是24小时不停的在运行的一个城市。
好，谢谢大家。我希望说，其实。 我们现在正在处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时代，那这个时代可能会让我们未来的城市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那我相信摩拜单车是一个未来城市一个变化的一个开始。我相信说，一个美好的城市是它既有科技又有人文的一个城市。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上去吧。 谢谢薇薇。谢谢。谢谢薇薇。哦，我真的很高兴认识你啊。嗯，你第一次来到首尔的吗？对，这个是我第一次来首尔。你觉得韩国首尔的那个对你的印象怎么样呢？ 首先我觉得韩国的人都非常非常认真，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为了。 这样一个对话，你亲自跑到北京去体验了我们的单车。那其实我觉得首尔非常的美。昨天晚上我也去了清溪川，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就听说，清溪川是一个城市设计和结构变化特别好的一个代表作，所以我去看了以后，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当中，还有这样一个小桥流水，这样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城市里的风景存在，非常的美。 我希望那个怎么说呢？你带你多带中国人来韩国，中国人已经非常喜欢韩国了，他们来的非常非常多。没有问题。我听说过，我首先祝贺你啊！我听说你们昨天跟那个韩国水源市签了一个意向协议吧，对吧？你们就成功的进入了韩国市场。我想问你一下，你对韩国市场有什么期待呢？ 我只能说，跟水源市的政府的这个协议是我们进入韩国市场的一个小步，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开始，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其实韩国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适合骑行的城市，因为它的城市化人口很高，同时天气还有城市的环境非常干净，都很适合骑自行车，所以我也希望说，让自行车回归城市这件事情能够有可能在。 韩国发生，我想问你一下，现在韩国其实车太多，我就发现到那个骑自行车的可以，那个道路不太那么多嘛，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可以改善呢？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个你的建议呢？就是骑自行车的路。是的，是的。肯定中国也是，你一出做事业的时候，肯定那个怎么说呢？遇到过这种的困难，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其实，在我最初做摩拜单车的时候，所有人就跟我说：“中国不适合骑自行车呀，因为没有自行车的空间，没有自行车的道路，也没有自行车的停放点。”但是我认为说，如果你一直都这么认为，那你就永远都不可能改变。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骑自行车，你才能够为这个城市争取越来越多的骑自行车的空间。其实啊，改变一个城市就怎么说呢？只有一家的努力就。 不够，可能会跟那个，比如说跟其他的企业合作啊，或者是跟市政府啊，或者是中央政府一起合作的。但我觉得需要一点那种他们的帮忙还有支持嘛，对不对？好，因为今天那个观众们特别多，我提前跟那个观众们那个拿几项问题。这个题是有一位观众就给我的，其实是关于这个。 他的问题是这样子，我觉得你最初开展事业的时候呢，也面临过很多那种困难以及挑战，就你可以享受一下你们怎么样克服困难。还有第二个，据我了解，中国政府为了发展共享经济，也给你们不少的那种支持以及帮助。那么你们获得了什么样的支持以及帮助呢？你可以给那个观众们说明一下呢？ 好的，我想首先讲一下关于如何克服困难这件事情。当然，就是我觉得克服困难最重要的是说你相信什么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相信自行车回归城市这件事情是你想要让这个世界变成的样子，那你可能就会非常的坚持，因为这个是你热爱的、你相信的事情。当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非常辛苦，但也是非常的开心，因为你会看到，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变化发生，包括我刚才说的，因为有摩拜单车越来越多的人骑行以后，城市里面有了更多的自行车道，更多的自行车停放点。那另外第二个，你是关于政府的支持，其实对于创业者来说，政府尽量少的干预就是一个最大的支持。当然，在中国，其实中国政府是非常的支持创业和创新的，他们。 所以这是一个整的一个生态平衡，就是我也在很多地方讲到说，为什么摩拜单车能够诞生在中国？因为政府对创新和创业非常的开放，所以有了很多很新的生活方式的诞生，比如说移动支付，还有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就让摩拜单车下载 APP， 扫一扫二维码，并且支付这件事情，让所有人都能够非常的理解。正是因为政府的放手。 让我们去尝试，同时在一定的时间再来管理我们，同时就是更好的服务我们。我觉得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据我了解，您刚才所说的是政府别管太多，就让你们给你们这一点自由，在那个怎么说呢，大的大圈的范围内，你们就。 想做什么就让你们做，还有支持，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对一个创新企业开展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支持。对，明白明白。好的，还有接下来是也是好像是关于这个问题，好像不只是在中国，在韩国也慢慢的怎么说呢？对摩拜有兴趣嘛，关注你们。最近两年，我可以看得出摩拜突飞猛进的发展，你觉得发展的动力在于呢？ 我觉得发展的动力最最重要的是，其实我说是人们的需求，在这个城市里面，0到3公里的距离，人们确实需要一个更加方便、更加便捷的一个方法，来解决交通问题。第二个，其实是我们也看到了拥堵、空气的问题，让人们已经非常忧虑，一个更好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时候人们也会更加有动力去用这样又绿色又环保，同时又健康的一个产品。 另外就是，确实在中国这种创新和创业的动力是非常强的，这种驱动力是很强的。如果你太慢了，你就会被吃掉，所以你每天都会跑得很快。当然，我们也希望服务更多的用户，给用户提供更多好的服务。我看了视频，好像那个红包的那个事情啊，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故事可以给观众们听呢？红包的那个怎么说呢？红包车。对啊，对啊。 对，刚才其实我大概讲了一下，就是，其实所有的交通出行都会有高峰期，比如说早高峰、晚高峰。那摩拜一般会没有红包车的时候，会有三个高峰：早高峰、晚高峰和一个很晚，大概10点钟左右的一个小高峰。那个小高峰可能是人们出来锻炼身体，或者说来骑着单车去约会。 那因为有了红包车以后，我们发现中午也出现了一个小高峰，就发现很多人吃完饭以后就把去寻找红包车当成了一个社会的一个活动和一个游戏，所以很多人愿意参与到当中来。那有时候其实他不仅仅是为了找这个红包，而是说他知道这个被点亮红包的自行车是需要被拯救的，他可能放在一个不合适的位置，所以人们就会愿意去拯救它。所以在中国的很多社交媒体上。 都会有很多留言，就说我在哪个地方拯救了辆自行车，拯救了辆摩拜单车，然后我获得了1.5元的红包。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会的互动。好像那个红包的那种制度啊，好像让人们就改变他们的那个以前的生活方式，好像。嗯，对吧？对。好，接下来一个就是一个也是从那个观众提的一个问题。 前一段时间我是说最近一年的时间里哦，摩拜进入了差不多是10个吧，这次是10个国家，超过100个城市，180个城市，不好意思。我觉得每个国家每个城市啊，都有自己的特点还有要求，是不是啊？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那个城市，那么我想问你一下，你们的那个运营。 方式运营的战略怎么样？其实是每个国家的文化语言。
和使用方法都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最大的一个战略就是我们要让我们团队非常的 local， 就是非常的本地化。那我们也非常的开放，愿意跟本地的所有的公司去合作。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是只能是摩拜来做这个事情，我们非常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合作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开放的心态来跟人们合作，以非常开放的心态让我们整个生意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就是本地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包括我们的团队。另外一点我想强调的是，其实你去看所有那些全球化的产品，它反而是没有那么多特殊性的，它最核心的那个流程其实是一致的。 就像我说自行车，所有不同语言的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的人，其实在用自行车的时候，大家的感受和用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对，所以我们在最核心的那个产品的流程上其实是一致的。实际上在我们还没有走出海外之前，因为中国也生活了很多外国人，对，所以当时就有170多个国家的人在用我们的产品。那我们自己公司也有十几个国家。 就是十几个国家，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员工，所以摩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公司，但其实我自己不太愿意说全球化，因为在我看来，我希望这个世界是有很多很多很美妙的城市，但可能没有，可能看不到国家，都是城市的那种感觉。对，我突然那个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其实。 因为你们那个摩拜是2015年1月份才那个成立吧，对吧？那么现在是2017年，现在10月份不到3年，对吧？不到3年，我总觉得为什么这么快把那个不是那个一般中国企业去海外投资啊，或者是进入海外市场叫做走出去吗？为什么你们把走出去的战略这么很快的？ 那个推动，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怎么说呢，中国国内这么大，可能有那个怎么说呢，其他的城市有开那个怎么说呢，可以集中为中国国内，也许比如说我是企业家的话，我也许我会这样子想，就是我突然想到不到3年的一个企业，突然在怎么说呢，中国我知道你们的实力在中国实力蛮强，可是。 不到3年的那个时间内，你们就开展了这么多的那个城市还有国家，我想问你一下，为什么这么快做呢？当然，就是其实，在我们在中国，那个连李克强总理都说，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大鱼吃小鱼的世界，而是一个快鱼吃慢鱼的世界。所以其实。 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行动，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其实，在我们刚刚在去年9月份在北京运行的时候，就有很多海外的城市的人来找到我们说，可不可以让摩拜单车在海外也去运行？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每个月都会接到很多这样的邀请。 所以我们在当时就在想说，哎，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从现在就可以走出去呢？所以我们其实只是派了非常小的一个团队，大概2-3个人的团队，开始想要尝试着去突破，去在海外去运营。但我们发现这个进展非常的快，这个是第一个。那另外，其实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其实是第一世界上第一家做无桩自行车的一个公司。对。那因为我们的运营。 的成绩相对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全世界就有很多模仿者、效仿者想要来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其实不知道这个背后有很多的learning， 就是一个学习。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如何能够做到700万辆自行车每天的开锁、关锁，每天3000万次的骑行，在一个大的平台上。 一个物联网平台上能够保证它非常的顺畅，不出问题，其实是一个很深厚的技术积累。那我们希望说，我们有这样的技术，能够提供给人们更好的服务，能够用一个产品在全世界都能够非常方便的骑到自行车，而不是我去任何一个地方，我要去下载很多东西。对，我认为好像怎么说呢，去海外可以拿更多的 data。 更多的那种大数据，所以我觉得那个也对你们有很大的好处，好像。
我下一个是好像也是一个从那个一位观众那个给我一个议题哦。嗯。这几年在中国共享单车的发展特别快。嗯。可是，但慢慢开始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我看过曾经看过一个最近的一个新闻报道，中国的新闻报道有些共享单车倒闭啊，对吧？倒闭或者是。 北京市啊，或者是上海市的市政府开始，限制共享单车的投放。嗯，那看起来中国共享单车现在的那个大环境有所变化吗？所以你认为，那你们为了那个可持续发展，那么现在准备的是什么？那是第一个问题。嗯，还有第二个问题是，还有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摩拜的盈利模式吗？ Okay。嗯，那是观众给我们一个议题。好的，那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其实我刚才也讲到说，我们过去18个月的运营其实是非常的突飞猛进。是的。那也有很多人，就是每天有3000万的人在用我们的自行车。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的？嗯。对我来说，我非常怀念那个自行车的城市。 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那个时候天很蓝，然后大家都会在城市里面出来，在城市里面就是更多的游玩，就是大家会碰在一起。那有了汽车生活以后，可能很多时候你堵在路上，然后你在盒子里面生活。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最初不是为了创业而创业，我是为了让这件事情发生去做它而去做它。所以我希望说。 让自行车回归城市，让城市的出行变得更加健康，这个是我做这件事情最开始的初衷。那其实你刚才也提到说，在中国有很多小的玩家，最后他现在就已经，就不行了，或者说要消失了。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们可能的初衷是说，我看到这个生意很不错，那是不是我也要去做？但他们并不知道我刚才说那个背后的 learning， 就是说我需要700万辆自行车，我需要 IoT。 背后技术的支撑，我需要从0到700万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跨过一道又一道门槛？其实这个是需要积累的，并不是说你一上来就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刚才说到说政府的监管，我觉得政府监管在这个时候的监管其实是应该的，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它不是放了一个空间给我们去做。那因为竞争。 有点过度了，那些小玩家也投了很多自行车，但并没有很好的去运行它，会产生一些城市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所以它有监管，我觉得是一件好事。那第二个其实是刚才我也讲到说，其实摩拜单车的运行是改变了城市，那我们也为城市去争取更多的停放空间和骑行空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到自行车的。 最好的城市是阿姆斯特丹，荷兰的。那阿姆斯特丹其实是有很多空间给到自行车去停放，比如它那个火车站旁边就有一个4层楼的自行车停放点。所以我们在为自行车去争取更多的空间停放。另外，我们也在不断地提升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人们有更好的体验、更好的服务。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 这个我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盈利模式的问题。其实在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会问我，但是我想说，在一个高公司在高速发展的时候，它其实最关心的是我怎么样，更大范围的去就是服务更多的人，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去思考我怎么盈利，因为你一旦思考这个问题，你的动作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阶段，更多的其实在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服务更多的用户。我在这边想在你们的角度，我来怎么从想想看你们的盈利模式嘛，因为我在那个在北京上个星期六我去北京的时候就看就发现到，第一次要骑。 摩拜单车的时候，我第一次用那个WeChat Pay是那个腾讯嘛，腾讯以后就要先要付那个押金，押金是好像是299，对吧？299人民币，差不多是韩币差不多5万多吧，好像。那么我就自然总觉得是我想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你们现在的顾客是多少啊？我们现在顾客2亿。
那么多吧，对吧？但是不是说每个人都交押金，对吧？那么对，那么我是这样子很单纯的想啊，比如说你们的全部的顾客，那么押金付了，比如说差不多韩币是50万多，反正是人民币是2万99，哦，那样子的话，肯定他们想用那个摩拜单车的人，肯定要加那个押金，是不是啊？那么样子的话，你们会存着那么大笔钱。 那么我是这样子预测的，比如说你们有那么大规模的押金的那种押金的话，那么你们可以怎么说呢？做 P2P 那种贷款啊，或者是未来的那种金融的东西也可以做一些，或者是把那笔钱投到其他的一个地方，那是我的预测的。就是我可以就是分两个方面来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个从产品设计上。 比如说你去图书馆去借一本书，你需要有押金或者押你的证件，所以当你还了书的时候，你就可以把钱退回去，就一般是这样一个流程，对不对？那其实我们的产品设计上，我们最初的时候就说，比如说你去图书馆去借一本书，你需要有押金或者押你的证件，所以当你还了书的时候，你就可以把钱退回去，就一般是这样一个流程，对不对？那其实我们的用户里面很大一部分也是用一次会退一次，但也有很多人是不退的。那关于那个不退的那一部分人，其实是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银行账户，这个是受到政府监管的，我们会把那些押金都放在那个银行账户里面，所以这个押金其实是不会拿来就是挪用的，它是在银行账户里面的一个对。我是突然就这样子想，我就想问你一下的。对。好的，我们接下来就问那个下一个问题。 你们是那个创新企业嘛？肯定很多那种 startup 是以后它会想两个那个怎么说呢 exit plan。比如说那个你们去上市啊，或者是你们卖给别人，或者是你们就并合跟那个其他的那种怎么说共享单车企业可以合并嘛，对吧？那么现在目前为止，你们有没有打算去什么去上市，或者是去美国纽约，或者是在上海上市，或者是跟那个其他的？ 共享单车企业，合并的计划有没有呢？就是其实这个也是大家通常会去思考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对我来说，创业是为了让这件事情发生，让自行车回归城市，让人们能够很方便的骑到自行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更加关心和聚焦的 focus 的点是说，我们在更好的，我们想要更好的去服务用户。 让更多的用户来用我们的产品，我相信就是，其实用户是用脚来投票的。那无论是你刚才说的上市也好，其他故事也好，都是基于你到底有多少用户，你的产品到底有多少有影响力，你的产品到底能够服务，就是真的如何改变了这个世界。对，好的，好的。 我希望你那个怎么说呢？真的以后真的要打算上市的话，就直接打电话给我。<笑>好，一定。下一个是关于那个关于你的那种议题。这也是一个这边的观众就给我一个议题的，是这样子。韩国朋友们也对你有很大的兴趣。看起来你是一位记者，变成一个成功的一个企业家。 我听说，我看了一个SNS，就好像是中国的吧？你是在那个中国的那个企业家当中是女性企业家当中的一个偶像，好像就变成那样子。所以他就问，那这一位观众就跟我问啊，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你的创业故事，那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是，还有你追求的那种创业的价值观是什么？可以给他们一点听的，对。其实，在中国。 记者行业就记者创业还是非常多的，是吗？对啊，韩国不是那样子。对，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记者每天其实是可以采访到很多人，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对。那每天可以接触到行业里面的非常多的人，所以他们的视野是很宽广的，就他很宽，他可以就是感知到这个世界的很多变化，他有很强的直觉，就是说。 下一步会怎么样的？其实我以前是，出行和交通行业的记者，对，是的。所以我非常强烈的感知到未来我们城市的出行其实是会发生很多变化的。嗯、呃,
当然我感知到这个情况以后我就去行动了，我说我想做一点变化，我想做一件事情是真正跟这个潮流相关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其实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它是一个大航海时代，就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是物种的交互，那现在的大航海时代是信息的一个交互，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时代。那记者的能力最强的就是说你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你每次要一个人去完成一项任务，是的，那你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你的常识和逻辑。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跟创业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也去遵循那个常识和逻辑，就回归到最本质的地方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个可能是我常常会去想的一些方面。那关于你说创业的一个逻辑，是我刚才其实也很多次提到说我并不是为了创业而创业，我是非常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变成你所期望的样子。明白。我认为一个城市如果非常适合骑自行车的话，那它至少空气很好，绿化很好，有自行车的空间，非常的人性化，那这样一个城市肯定是幸福指数非常高的。你看阿姆斯特丹，你在那里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明白。那有没有可能说我们更多人来骑行来改变这个城市，让这个城市变得更美好，这个就是我最初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很了不起，我非常尊重你的那个价值观呢、还有剩五分钟多的时间哦，我想问你其他的那种问题哦，好吧，还有两三个我觉得还可以吧。哦，很多韩国的朋友们就跟我问，就帮他们问给你啊，对吧，是什么呢，你本身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说呢，摩拜单车这种的主意，好主意，对吧，可是你单身不能把这个企业怎么说呢变成成功，你知道我的意思，肯定会周围的人会支持你，还有那个投资给你，是不是？ 对我听说那个腾讯那边也投给你们，对还有很多很多的很有实力的那个投资家们，对投资企业们都投给你们了，对哦，那么我想问你一下，你怎么可以让他们说服他们呢，说服他们那个总算投给你、还有那个跟着连着一起，我想问你一下哦，你们哦，他们肯定就看中你们，所以他们就投给你们钱，是不是？那么肯定哦，你所想的摩拜的优点，对那个投资者的那个角度来说的话，你觉得你们的优点是什么呢？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吗 ？OK，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在C 轮之前都非常的困难，就是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我们很快就拿到了投资人的钱，拿到那些最厉害投资人的钱，所以这个不是说服的，其实是做服的。在 B 轮的时候，包括 A 轮的时候，我们都花了很大的力气想要去说服，因为你那个时候并没有很成型的一个方案能够证明你是对的。对，那当然就是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其实你的天使投资人其实我非常幸运碰到了我的天使投资人。对，我天使投资人他自己也是一个企业家，那其实这个想法是我们共同去想出来的。对，他现在自己在做电动车，在中国，所以我们其实有共同的愿景，所以你要去找到那些有共同愿景的人，让他去说服他，然后让他也非常的认为这一点也是他认同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拿到了第一笔天使投资，但那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少的钱，我要不停的用每一个阶段的证明来告诉他我可以做到，他才会把下一笔钱给我。是的。然后到了 A 轮和 B 轮以后，其实在 A 轮和 B 轮中间，其实我也去找了很多很厉害的投资人，但是他们跟我聊完以后就走了，就消失了。消失了。对，他们觉得这件事情不靠谱啊，你的车会被偷完啊，它肯定会被损坏啊之类的。但是到了 B 轮以后，我们迅速地证明了我们的模式是可行的。我们用10000辆自行车证明了我们的骑行率，我们每天的周转率。用这些数据他们就看到说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可行的一个未来。那未来为什么还会有更多的就是投资人会加入进来，一方面我觉得是我们的产品和技术的信仰，我们真的是一个信仰科技的公司，
就是说科技不会让你完全成功，但你信仰科技，你信仰科技的力量能够让生活更好，这个是我们一直不断在做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我也说的那个大生态，那个生态里边其实是说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在线下支付移动支付的一个场景。对，就是让我们移动互联网在过去，互联网在过去讲的都是虚拟世界，但是有了摩拜以后是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连接。那其实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未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自行车，那未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想象力。了不起。还有最后 可能现在时间比较紧张，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啊，好吧。中国有句话好像是那个李克强总理说的吧，那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嘛，对吧？这表示中国政府鼓励年轻人像你一样的那个八零后创业嘛， 对吧？其实韩国也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在搞创业的，对吧？现在你看这么多的那个学生们也来，想当像你一样未来的那个企业家嘛，对吧？根据您的那个企业经历，能否给他们一些建议呢？未来的那个怎么说呢？对。对，我想说其实摩拜还不能说已经成功了，只是说我们就是验证了我第一个阶段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并且让自行车真正回归到了城市，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做的第一步。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可能光光有好的想法是不够的，就是可能99%的人想到了以后并没有去行动，只有0.0%几的人可能因为想到了并且去行动，并且非常相信自己去行动。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相信自己，并且你要相信你所渴望的那个美好的世界也是所有人所渴望的。所以在我看来，当我送给世界一辆自行车的时候，其实我收获了更多的美好和更多美好的经历。对，哦，好。包括那个李克强，其实在今年初的时候，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他也邀请了我跟他们一起开会，对，去关于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去提建议。好啊，真可惜时间到了，我们非常感谢韦韦参加这次世界知识论坛，还有我希望啊，摩拜未来那个成为一家国际领先的一个成功企业，我希望。还有，谢谢大奇，谢谢大奇，希望在那个北京再可以见到你，好吧？好，이것으로마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谢谢。